越来越冷了，对不对？冬天脚步真的近喽。而今年入冬前首播的强烈大陆冷气团将在礼拜四要来报道喽，赶快注意了。气象局也预估了，从礼拜四开始，全台湾各地的气温都偏低。北部、东北部入夜呢，到清晨低温有机会下探11度，而高山也有可能再度的降雪，将一路呢冷到30号，提醒民众要做好保暖措施喽。